我们的选手是分成十组哦，那现在有五组在失败区，那最后这一组就看看了，如果他们能过关的话，那今天过关率是一半一半哦，五五波。来，欢迎我们的 Hi MSC 胡怀浪、许维婷、Erica。老师好。啊，只能问一句啊，三位有信心过关吗？有。你还看了他们两个一眼，是不是？这个 Hi MSC 是什么意思？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嗨嗨嗨。哦，嗨歌。对，嗨歌。然后 MSC 呢，意思就是我是代表的 M， 就是 man。我是唱的比较 rock 一点的歌曲。然后他许维婷是 S， 就是比较 sexy 的。哦，性感的。对。然后 Erica 是cute， 是比较可爱的。可爱的嗨歌。哦，可爱的嗨歌，所以有三种不同的嗨歌，三种不同的感觉，希望大家嗨起来了，掌声欢迎他们的表演。选择演唱嗨歌，三人不免俗的安排了一段舞蹈，但是排练时怀浪的舞步却总是慢半拍。不是屁股，是这个，不是上下，是这样。I don't want nobody. 我教你好，那 5, 6, 7, 8 I don't want nobody. 这样 Nobody. 哎，怎么一样？你刚刚又上来了一下。真的 ？Nobody. 今天不只是练得很辛苦，也是教得很辛苦，因为。对，怀浪这里要练我那个 nobody 的 dance， 就是教得很，真的是很痛苦，头很痛，就他抓不到。谢谢 Erica 那么耐心的教我，我一定会回去偷练，把练得很好，然后表演到我最好的水平。在维婷与 Erica 不厌其烦的耐心指导下，怀浪是否能不负他们的苦心，与队友成功完成演出呢？亲密，究竟躲在哪里？谁的唇能？
来往前一步啊。小胖老师看了嗨不嗨啊？一般高啊，一般嗨啊。怀浪的 key 好像可以再升个半音，甚至于升一个全音，对你来说应该是可以胜任的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小心啊，在 key 的方面没有做出更好的决定跟判断。薛伟霆，你的唱功一定要再加强。你是七班综合平均分数很高的同学，不要因为歌唱的不够好而被淘汰，会很可惜。Erica， 因为我对这个韩语比较没有研究，所以你唱功的部分没问题，我不知道咬字那些是不是很完整，可是这个歌听起来不太好唱，我觉得你诠释的还不错。那我们请听得懂韩语的来讲好了，好不好？邻家王子嘞，元庆，他的韩语唱得怎么样？啊，还蛮标准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能听懂。对。那你会给他几个灯？灯啊，给他六个灯。哦，可以的，对。好好，这个只是听韩语的部分啦，这整体表现部分，小林老师觉得他们怎么样？唱歌边唱边跳本来就是很喘。那 Erica 也是还是有喘，但是有很多我有仔细听到，尤其他中间有一段是 I want 什么的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可是你的切分都是非常好的。许巍霆，你确实是非常的性感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跟Roger 老师请教，因为很多的歌手他们在台上，不管是他们去弄头发的动作也好，或者是整个舞蹈的动作，他一定在家里练过几百次，所以他会知道那个头发他这样弄他会影响到哪里。其实你刚几次你的头发前面完全把你的眼睛盖住了，完全看不出你唱歌的眼神表情，所以那个其实都要经过很多设计的。胡怀浪，你回去可能要看一下播出。我觉得肢体是非常重要的，当你的声音是有节奏，但是你的肢体它很可能因为没有节奏会让你的声音是打折扣的。三位算是尽力了，马上看他们能不能过关，请评审按灯。最后一组的 High MSC 得到的分数是17、19分，猜分没能过关。哇，中场统计，组曲合作赛十组参赛，四组达到20分过关标准，但有高达6组挑战失败，18人面临淘汰危机。在经过评审的激烈讨论后，究竟谁将在今天告别星光舞台？那我们要淘汰到底是2位还是3位？由小胖老师来宣布。我们今天还是要淘汰7班的同学，要淘汰到3位哦。我们还是针对了所有同学的可塑性，还有在舞台上面的失误，甚至于是在选歌方面被淘汰的是失败区人数高达18人，谁将告别星光舞台？广告后即将揭晓。